CUD Production。Hello， 大家好，我是咖喱。有没有发现，哎，今天很特别，怎么换了一个地方开场？这是我的新豪宅吗？开玩笑啦，其实今天呢是跟小佩老师啊订了一间民宿，要跟他来拍我一直心心念念很久的就是水中摄影。就其实准备了一个非常美又仙气飘飘的充满着花瓣的浴缸，然后想要拍一个仙仙的写真，但是由于今天呢整个创作都是在浴缸里，我等一下会整个人都会浸在水里面，就所以今天对底妆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长时间的泡在水里吧，以前就是可能只是冷水啊，或者是就是短暂的在水里，但是今天我估计是会待在水下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比较怕冷，所以浴缸里面的水它是热的，然后现在整个这个浴室也很热，很闷很热，其实我坐在这里现在就已经流汗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考验我的底妆。那么今天肯定也是必备我夏日的底妆神器，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这个粉底也真的是我一直以来夏天必备的利器，它是油皮清吗？它真的是油皮清吗？如果你是油皮，你夏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粉底，你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 DW， 真的就是救星。你会发现，哦，我的天哪，开启了新大陆啊！就怎么会有粉底液这么厉害？但是因为今天我拍摄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然后我也没有尝试过 DW 粉底液，就是长时间的在水下和热水就这样子闷热闷湿的环境当中能不能顶得住，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测评看看，看这支粉底液能不能经得住如此极端的条件。好，那我们下面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开始化妆。现在早上差不多11点多，已经不算早上了，算中午的11点多。我先在家里面化一个妆，因为民宿那边是2点多钟你才能够进去，所以我想2点钟再过去化妆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先在家里面化好它，然后上一点妆前面霜。今天因为是用这种比较持久型的这种粉底液，所以呢，可以妆前保湿稍微做做好，因为我是混干皮，所以我的脸颊这里会比较干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粉底液吧。然后今天粉底液拆一瓶新的雅诗兰黛这个 Double Wear 粉底液。这个 DW 粉底液其实我已经用了很久了，这个是我去年买的，已经用的都已经就瓶口都已经看已经用成这个样子了，就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我用的色号是 ECE。然后它这个瓶口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它这个瓶口的设计其实就是让你这样子一个手指这样子倒过来一下，然后正好你手指上沾到的这些就正好是够你一张脸用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倒不方便的话，你可以用这种一次性的棉签或者是那种消过毒的就是那种挖棒去挖，它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啊，它的质地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速干型的那种粉底液，基本上你在脸上推开之后它就牢牢地抓住你的皮肤了。但是它这个粉底液其实很细，没一会儿之后它的这个妆面就会变成雾面哑光的，所以特别特别适合夏天和就是这个油皮亲妈。这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上半边脸给大家看啊。然后 DW 这个粉底液的诀窍就是一定要分区上妆，就是大家不要哒哒哒哒哒，你把整张脸全部都点满了，然后在那里慢慢的推啊，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涂一半，然后啪啪啪马上把它拍开，然后再涂另外一半。因为它是速干型，所以你上妆的这个速度和手法一定要快啊。我们先在一侧脸上这样子均匀的铺开，可以先少量啊，然后用一个打湿的海绵蛋迅速的把它拍开。速干型的粉底液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少量多次，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往上面叠，第一次一定要轻薄，第一层是这样子薄薄的上，然后再来一点。如果你是干皮，但是你也很想用就是这种特别持久的这种粉底液的话，你可以在我们这个 DW 里面加一点就是那种 BB 霜或者滋润型的那种粉底液，就即使你是沙漠皮也可以用它，然后一样可以拥有这种很持久很持久的这种底妆。之前大火的那个红真英底妆蛋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它用的就是 DW 粉底液加它代言的那个 BB 霜，就是我那个时候看那个综艺我就真的惊呆了，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它红真英它是就是那种敏感皮，然后一喝酒它就会脸很红很红，然后就是也是会脱妆比较快的那种，然后就是看它把 DW 的粉底液和它的那个 BB 霜混在一起之后，然后那个遮瑕力和那个持久度，哇塞，真的绝了！就是我看到他脖子已经通红了，就浑身都已经红了，但是面不改色，然后整个妆面就是稳稳死死的，纹丝不动。那个时候我就说，哇，这个他这个底妆真的太厉害了！你们去网上搜那个视频，你们都会惊呆的。好，然后我现在这样子半边脸已经上好了，然后这个 DW 的这个遮瑕真的是没话说，就只上粉底液这样的状态，就感觉脸上七七八八这些印记啊，然后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在发痘痘嘛，就感觉这痘印和之前红红的那些地方全部都遮得干干净净啊，就是。
我感觉真的，如果说就是如果你没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痘印和痘坑的话，真的不需要用遮瑕膏，它这个遮得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粉底液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那种轻薄中但是又很遮瑕的那种粉底液，因为上脸完全不会觉得厚重，也不会觉得闷。你看其实它还是会感觉你的皮肤是很透的，而且这是我第二瓶了嘛，我这一整瓶用下来到现在也都没有觉得它会就是会闷痘啊或者闷闭口。然后它的持妆力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多说了，因为就真的就是名声在外，就真的牢牢的像520一样，就是紧紧的贴在你的这个皮肤上面。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两边的这个对比啊，眉图的这一边呢，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就是脸上是有一些护肤品的那些就是那种光泽油光的那种感觉在，然后这边就是这种哑光的，然后就是整个一个很透的这样子的一个底妆，也不会感觉它假面，对不对？而且它用好之后就觉得会皮肤很细腻，就是毛孔啊它处理的非常的好，就感觉像磨过皮一样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绝对绝对会爱上 DW 这款粉底液的，真的它真的是油皮亲妈亲生的，绝对绝对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好了，我现在把另外这半边脸上完啊，如果怕手脏了，你就可以用就是这种就是棉签棒把它点在脸上，然后大家用好之后这个盖子一定要给它拧紧啊，就是因为它是速干型，然后它的口又是比较大的，如果你忘记盖盖子那你就真的只能哭了。然后我的习惯是希望我的妆特别持久的话，我会在遮瑕里面也混一点 DW 的粉底液，用棉签先混一点在手上，然后把遮瑕和这个粉底液混合，然后你的遮瑕就会变成那种超级超级速干超级持久的遮瑕了。鼻子下面的这个红印一直退掉，退得很慢，年纪大了真的是新陈代谢都慢了。然后眼睛下面熬夜稍微来一点点就行。好，我现在底妆是已经完全上好了，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可能是需要去游泳啊，或者是这种长时间在外流汗就是暴晒或者这样子这种比较极限的这种条件下呢，就是还是喷一下这个定妆喷雾，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妆面更加的持久。这样一整天就是真的你这个底妆就觉得就是像502一样牢牢的贴在你的皮肤上面。好，现在我要赶紧去画一个彩妆了，你会发现我今天语速特别特别的快，特别特别的急，对不对？因为我要赶紧抓紧时间了，因为如果晚了的话我就会担心可能光线不好。好，我现在赶紧去化妆，我们等一会儿回来。我和小 K 老师准备要出门了，要去民宿，出发去民宿了。哇，好热啊今天。好啦，现在我要准备入水了。心里准备好紧张。CUD Production。不行，这边下去会呛水。呛水的时候鼻子吐气。鼻子吐气吗？鼻子把气吹出去。最后经过反复尝试，我拍出了以下照片。我水性真的太差了，下面一肚子水。啊，我现在照片已经拍好了，你们看，其实底妆真的很完整哎，就是我在热水里面就是娘的不噜不噜已经泡了那么久，底妆很完整，但是你看眼妆真的都已经掉了，我就看我睫毛都掉渣，就是掉的这里一圈都是的，但是底妆真的很好， DW 实在是太神奇了，而且就是完全没有就是出现就是一下水就马上化开的那种迹象。我在水里面泡了很长时间，然后本来其实我还有点担心的，但是它真的很好，你们看好完整哦，真的很完整。然后我前面用纸巾擦嘛，就你看用纸巾擦它也都还是掉的，它都不掉的，你看平不平贴，平不平贴，包括这种地方，哦，也像这里，哇，实在是，你看它就像502一样，这样子扒在脸上，搓也搓不掉。然后现在我打算先去把头发吹干，吹好了之后跟小柯老师去吃点东西，因为我现在有点饿了，已经挺晚的了。然后我们过几个小时再来看看吧。现在我和小柯老师准备先回家呢。哼。本来我是今天是想要去吃火锅的，但是小K老师借着疫情的这个噱头说现在还不安全，不然我们不要在外面吃火锅。其实他就是想回家打游戏，他今天有他那个游戏的那个工会战，所以他现在其实是急着回家打游戏，他根本就不是说考虑疫情的关系不要在外面吃火锅，气死我了。这个讨人厌的小K老师，你看我们带了多少东西来拍，就是为了拍那一组照片。
结果其实没有想象中拍的那么满意，因为那个浴室的光线真的不太好。就是这个人急着要打工会战，所以我们就提早回家了。现在呢，就是要等他这个该死的游戏打完，我们才能吃火锅。哟吼，在家吃火锅。Hello， 现在已经是晚上差不多12点多了，然后就是准备睡觉了。前面吃好火锅，有点累，还去歇了一会儿。然后，卸妆前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底妆的状态吧。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就是真的，就完全不觉得这个底妆已经是经过了一整天在水下泡了这么久，这么多重考验下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状态。我今天其实也是第一次尝试，就是热水里面泡那么久，然后再加上熬夜，我从来没有感觉过一个粉底也可以就是有这么神奇的能力，就是扒得死死的在脸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彩妆基本上都已经冲掉了，就包括定妆的那个层定妆喷雾，其实它也已经冲掉了，但是只有粉底液是牢牢的在脸上。你会发现其实腮红其实都感觉就是水其实已经冲掉，然后眼妆什么的都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就是粉底液在脸上抓得很牢。而且其实一整天你看下来，其实我觉得自己皮肤的状态就是还是挺好的，没有说感觉自己皮肤有状态变差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冒痘，或者是觉得闷。就是如果大家是担心像夏天就是底妆特别闷的话，你也可以选择 DW 粉底液，就真的很好用，不管是皮肤还是妆面，就帮你全部都给你搞定，就是完全不需要担心什么。就包括像眼睛下面这里，你看也都是完全没有卡粉，大镜看也是一样，是不是？就除了鼻翼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之外，脸上非常的完整。那么好了，今天的视频也差不多到这里要结束啦，我要去睡觉了。我今天在水下呛了几个水，觉得呛好之后觉得整个脑壳都很疼，我要赶紧去睡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